各位同学明白了吗？不明白啊？啊？你们这些人都是吃屎长大的啊！想当年本大爷跟另一帮人吵架，准备开打，大家都带家伙去啊！上面砍死三个，下面干掉三个，他们放火烧了我的夜总会，我就带了兄弟去烧了他的卡拉 OK 啊！结果呢，我把他整个地盘都搬过来了啊！接着两帮人准备开打，全部被调剂给抓走，只剩两三个到公园去一对一，结果呢全部挂点了，只剩一个，而这个人呢，嘿嘿，就是你们老师我了。现在明白了吧？